其实你们做民调很清楚嘛，自认为是民进党的，还是一半支持柯文哲嘛？近半的妇女部有民进党外围在帮忙。哇，这也不要这样讲。其实你们做民调很清楚嘛，自认为是民进党的，还是一半支持柯文哲嘛？但是自认为是国民党大概有25%嘛。所以本来这种东西就是，还是那一句话，党籍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嘛，还是有各种。我看这个气候为什么一定要把说哦你是民进党或者你是国民党啊就能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慢慢要把在台湾社会要把这个打破了。